特别来协助这个文化的交流，那我来还有观光旅游局杨盛平局长，因为我们总共列了14项交流计划，那么各局都要参加，那我也介绍一下，先从巴德介绍起。谢谢，尊敬的我们郑市长、邱副秘书长以及桃园市政府的主观馆，以及我们议员女士、议员先生。 以及所有在场的贵宾、所有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柳泽义县长参加台湾桃园区的马祖升天祭，这是我第2年的参加马祖升天祭，看到升天祭的活动一年比一年的办得热闹，一年比一年的声势办得更大。 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敬佩跟谢意。这个升天祭呢，我知道是桃园区啊所办理的。那陈玉明区长是马祖子弟，他有这样子的表现，我也是由衷感到敬佩。早上在升天祭的时候，我听到我们的郑市长告诉我们说，因此郑市长上任以来，对于我们马祖乡亲。 所有的建设，包括文化、宗教等等，包括桃园跟马祖的交流，他都不遗余力。对于我们马祖乡亲的照顾，也是无微不至。对于这样的好市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鼓励、给他加油、给他支持？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刚刚我们郑市长对于马言人。 所以说，刘县长不敢来到这边，要郑市长来代表他，当然这是玩笑话。因为那个刘县长那边刚好另外有公事，但是郑市长的热情对马祖的熟悉，真的由衷的敬佩。那这4年以来，桃园在六那马祖除了六都之外，马祖连江县也是5星级的县长，两位呢是。 县长对市长都是一流的，我们的大家长，所以说我这边呢代表刘县长，欢迎各位乡亲，欢迎各位贵宾，如果有机会到马祖走一走，如果有时间回家乡看一看，我相信马祖会保佑各位，会敬祝各位全家阖家平安，也预祝所有的。 我们的候选人能够马到成功，顺利当选。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连家。请支，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奖落谁家。好，我们这个厨师这边哈，大厨这边，还有我们师傅们，我们就是为各桌315桌来上菜了。来，请编号019104，有没有在现场？再一次哦，019104。 如果有的话，请给我一点声音，请给我一点声音。我们现在是要在台上领奖的，019104。好，这边如果是你的话，请上来。请到。 看着你们那么的虚伪，怎么看见你和我之间没什么差？